放不下怨恨。你不要我不是因为你有病，是因为我有病，你嫌弃我。如果可以重来，还是会同样把你送走。爸爸只可以这样爱你。做错事的人有什么资格得到原谅啊？为求突破，坚持己见。我再不加练，我肯定会退步的。运动过量会伤害身体。可是身体跟时间，我只可以选一个。你要相信我的判断。是个性决定命运，还是要逆天而行，开拓更美好的明天？遇水重生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:00，8频道。你也可以在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